这场比赛也是今年呢、啊，陈科毅呢对上中信兄弟的第二场赛事，哇，一赛打第一颗球就是一个顺向的平飞安打，首名首局首打席首球安打。陈科毅第一颗想要用直球抢好球，不过这个球的近了一点哦，稍微高了一点点哦。张志豪也没有要等待的意思。对。什么田的一个位置进的自然也不会放过啊、哦、掉了三分要点哦哦接到球还是以传一垒保险、哦、呦好这棒呢找到去看到是二垒手接到球之后呢传一垒、哦、啊这个出局数是有待推进啊变成是两出局三垒有人选手甚至呢到了球场当天才被通知哦中间方向落地是一支安打带一分打点陈、嗯、俊秀这支安打呢帮助中英兄弟也在一局呢是先得到分数走啊在这个球落地啊又传到后面去不过呢林志伟做一个补位嗯好像还是一个盗垒成功中间反手扑下来起身要赶快传哇抓不到哎漏得太远哦林志伟的 nice play 哇非常聪明啊哇这个是可以帮助球队带一个很大的气势啊哇扑起来没有选择抓一垒啊就是抓到了陈俊秀会滑过头哦哇这很罕见但是这是林子伟一个非常漂亮的手背反应啊